我们现在来到富士山五合目，我现在正前方这个是河口湖，然后你看我镜头往右边走，可以看得到半月形的山中湖，这是距离富士山最近的两个湖。好，然后山中湖这边这一带哦，房屋很多，应该是富士吉田的。那我们去那个新昌山浅间公园，应该就是在这我的正前方这边了。好，现在要继续登山，拜拜。